先我们的舒筋活血养生茶的话是黄芪两钱，那菊花、葛根、赤芍、炙甘草，还有一些可以放一些红糖，红糖对。首先那个黄芪方面的话，主要是可以补气，补气它可以补气消炎。那菊花的话，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是要针对我们三 C 产品的爱好使用者，所以说它里面有菊花，对，那它可以清理我们的头目，改善我们眼睛干涩的情形。对，葛根跟赤芍其实它是属于活血，那舒筋，这样的话其实改善我们清除我们体内很多身体的自由基。